的演奏哈。那我们大家其实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四位老师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第一位是我们的李雅珍李老师。我们第二位是黄庭英黄老师。丁老师，那么第四位是我们徐月玲徐老师，那么待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奏。那我们在开场之前，我们先邀请我们大家长，我们林欣彤林乐长代表来跟大家说几句话。请坐，徐老师嘛，黄老师，啊，对不起，曾老师。我们所有的老师哈，今天讲华裔哈，我们是妈祖医院哈25年的周年庆，那我们陈老师呢是国际知名人士啊哈，大家应该是要到维也纳啊才听得到哈，维也纳在欧洲很远嘛哈，要飞16个小时、18个小时，哦，那大家才听得到哈，维也纳。他那个是一个音乐的戏剧的一个都市哈，是全世界最好生活的都市。可是呢，对我也是蛮遥远的哈。今天当陈老师哈，恭喜李亚新，哦，李亚新哈，把这个乐团哦搬过来了哈。为的是什么？为了是讲也帮我们庆祝25周年庆了哈。那另外呢，也希望哈，咱的阿公阿嬷哈，一家啊，大家身体健康啊，我们所有的同仁呢，也能够享受到这个国际级的音乐哈。我们再次欢迎我们陈老师还有陈老师的乐团哈，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，大家能够要不要花一毛钱？啊，真的非常感恩的，当于志工了哈。好，再次鼓励啊。谢谢我们林院长哈，那再提醒大家一下，记得把你的手机关震动哈，因为大家今天能够欣赏到这个各棒的演出，我们这几位老师都是国家级的，他们今天晚上都还要再到国家音乐厅去演奏。这样的啊，大家真的是提醒大家记得关震动。那因为我还在门诊呢哈，所以我还要再去看一看，我看看啊，所以我先听一首啊，至少也听到一首了。谢谢。谢谢，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四位老师。